今天的主菜三文鱼 Salmon， 三文鱼两大块，炸茄盒，烤土豆，烤蔬菜，接着喝我的白葡萄酒。怎么样？看看这颜色，色香味形俱佳。油汪汪的，这儿的烹饪的植物油，最起码你放心呀，是不是？在中国你放心吗？对吧？你敢吃吗？地沟油啊，拉矿物油的大卡车、大罐车，是吧？接茬拉植物油，是吧？毫无底线，丧尽天良，是不是？旁边这桌是法国人，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仨孩子，刚才就碰见他们了，现在吃饭的时候又碰见了。